ก่อน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คลิปนี้ช่องมูเตลูกำลังอยู่ในการสัมภาษณ์การไต่สดของอาสันนะครับคนฮ่องกงนะครับที่เกิดไตโตที่ไต้หวันนะครับ就是说这个还保存的，就是说红色的气还在，所以黑色的气还在，这个很难得。好了，金属，好了，我们看看龙骨兔，大家都知道龙骨兔，我们中国人叫做龙骨兔，倒是最好就是，很多人都说了，龙骨兔就是保平安、健康是最好的，这没错。可是这个。很特别啊！一般来说，你大家看到都是黑色的版本，这个是特别的白色版本，因为是瓦纳所出来的。他们当时候用的材料是这个，跟可能大家看到2497啊，那个大概是2497的时候的阿詹另外一位阿詹所做的龙骨兔。它是用黑色材料，它是加很多天铁啊，不同的材料草药啊。可是这个就是特别的金粉，都是当时候阿詹身边都在用的，所以它会加进去。啊，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好像大家看到吗？好像必达一样，它特别在什么？那个材料，这个是绿色的材料。必达。它就好像必达，就是眼面佛，我们叫必达，可是它是有金的珠珠，有一些材料放在里面，所以这个是也是蛮特别的。因为还有这个粉，就是其中一个地水火风啊跟金这五种颜色，是代表这五种元素，那绿色代表其中一个。好了，好，我们继续去看。还有也是旺纳出来的，大家也知道这个吗？张多、宋德多的故事，就是大家如果看过一个泰国电影的话，也要介绍过，就是阿张多之前的佛牌，他做出来都是他一个人撑着一个，我们叫做什么？那个小船啊，小船这样子，他是把自己做的佛牌分给附近的村民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也是纪念他的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某啦，就是一个他说品啦，都是一个那个某丸，都是那个有蛮特别的一个。好啦，这个也是什么都加持的丸啦，这个蛮特别的材料，这个是一个。它可以，它那个材料就是，比如说要逛，叫它一下的时候，它之后它就会变成，我们叫夜光了。它是用一个好像夜光的材料去做的。如果吸了一下下的光的时候，它自己在很暗的地方也会发亮。这个材料也是蛮特别的，所以比较少见。What you feel contest Buddha contest？ 我觉得你是说问我这次比赛吗？我觉得这次比赛我要碰到很多在我的朋友啦，就是泰国的朋友啊，他们也要一起去比赛，大家拿的冠军啊，也要一些朋友拿到亚军啊，这样子，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去比赛，都是蛮开心的，也是蛮紧张，也是蛮忙的，还有就是。很有机会就是认识很多不同的收藏家，他们也会交流大家的一些经验啊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是我这一次就是收获蛮多的，所以不是讲的问题，而且是我认识阿詹 boy， 他教我很多关于佛牌的东西，所以我可以更了解去解释给大家听，因为可能在我们亚洲地区吧，比如说在泰国以外的地方，可能就是说没有太多人可能懂这个历史，所以就是说可能大家去跳转佛牌的时候，有一个比较，有一个会发现就是说啊，原来佛牌旧的古董佛牌也是不一样，就是有很多只是历史有很悠久的，只是
入手也不会很难啊，基本上就是没有说一个很，我们都是很用一个比较实在的价钱去给大家供给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随时联络我，就是台湾的居山啊，居山南传佛教圣物。对，好，我继续介绍一下，还有第二名的笋的，那 后面就是等不通啊，就是有一个浮管，有一个浮管，那个浮管就是用金做的，用金啊，当时的金就是没有很蠢的。可是我们就是用科学验证，就是可以说测试得到它当年的时候它的金的含量是多少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分出来。因为现代比如说我们就是用机器提炼出来的黄金，跟没有现在的科技去帮忙的时候，那个纯度没有很高，所以它会混杂其他不同的其他的金属，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。而且就是说这个等不也是很特别，就是一根小小的，就是放在后面压在后面，也是很漂亮很完整。好，我就讲一讲那个也是比较特别材料的啦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它有比较特别，就是在于那个它的材料是比较用很多不同的宝石啊，还有其他的万料啊，还有一些黄金都在里面啊，混进去。这个是如果你用1600倍放大镜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多金色一颗一颗一颗小颗粒在里面。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很多地方啊，还有 calcite， 就是那个我们就是说那个结晶体啦，就是那个calcium carbonate， 就是钙，那个钙的结晶呢，就是一定要经过某一段时间超过50年以上才可以产生出来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用放大镜去看的时候，就会看得很清楚它到底有什么特别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，也是松蝶多。松蝶多，那松蝶多的那个佛牌就是师傅就是非常漂亮这个样子，大家看到，你看到它的面上面非常非常清晰，就是阿赞多松蝶多的样子，后面还有那个王宫那个印，非常漂亮。好，这一个就比较特别了，这个真的很特别啊，大家看到龙婆班挖帮龙婆，龙婆班挖帮龙婆，วัดบางนมโคเทมเพิลวัดบางนมโค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ไทยแดกนี่ก็คือวาระคังวาระคังจริงจริงนะวาระคัง出来的龙婆斑可是那个魔龙婆斑之后就发扬光大了，可是之前阿赞多其实也有做这个，只是这个历史就比较少人知道。可是如果你看我比赛都是拿第二名而已，就是说 有人家更漂亮的跑出来，就是赢了我拿了第一名，可是没关系，我觉得第二名也是很好的事情。因为比赛是另外一回事，因为比赛完的时候，比赛中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要用很多1600边的镜头，还有就是科学看它材料。所以大家看到虽然我这个拿第三名，这个也是有一般的都是金属，非常漂亮，看到非常漂亮。OK， 还有这个也是瓦拉康，阿赞多瓦拉康，双点瓦拉康，这个很可惜啊，我就拿第四名而已。好，今天差不多。这样的比赛就是觉得很开心的啦，拿到12个奖都是第一名，也是很谢谢就是阿赞多的支持，还有就是所有的朋友，包括所有泰国、香港、台湾的朋友一直支持我，去让我更继续有这个动力去推广这个东西。因为
佛牌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，也是一个超强价值非常高的一个圣物，也是一个保平安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是完全感受到它的力量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，可以谢谢戴 Tap Channel。戴 Tap， You feel 戴 Tap Channel。嗯， You feel 戴 Tap Channel。You feel 戴 Tap Channel。OK。You look You feel 戴 Tap Channel。Wait for YouTube. OK， 大家一起去看，记得订阅我们 Day Tap YouTube Channel.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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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ครับอาซันครับที่ให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นะ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นี่นะครับเป็นการทำรายการหลังจากที่ส่งพระเข้าประกวดของอาการอาจารย์สุรพลสารไม้สักนะครับคลิปน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ทำเพื่อเผยแพร่ไปคนที่พูดภาษากวางตุ้งไต้หวันนะครับฮ่องกงไต้หวันฮ่องกงนะครับเขาจะดูเสพ YouTube จากเมืองไทยได้นะครับก็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การใช้กล้อง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ีสูง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พระนะครับเป็นที่นิยมในต่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ับ Thank you 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ขอบคุณครับ